你最喜欢 Simply Life 哪一个歌手？ Jaden Jaden 唱歌好又会说笑，哎呦又长得帅帅快点快点，现在都还没有八点半，我们说还没有 start， 你这么早叫我来？没有，逸璇，我今天叫你早来的原因呢，其实想问你，Simply Life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 ？OK，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了，应该问我们 Simply Life 的顾客们哦。也对哦。在那之前，我今天有带来一个特别来宾。啊？今天不是只有我跟你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带来一个朋友，然后他是一个电台 DJ。哇，来头不小哦。对对对，然后他也是一个歌唱比赛的冠军哦。哇，又会唱又会主持。是的，是的，然后他也是一朵花。人长得又漂亮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玫瑰。好啦，在你们身边还是不要讲唱歌这一块，但是呢，我是来自新传媒野手三三的玫瑰。今天很开心遇到 Justin 还有逸璇哦。好，马上要去工作了，访问顾客 ，Let's go。这是第一次来到 Simply Life by Timbox 吗？不是第一次。朋友介绍。OK。然后不是第一次来，所以很常来吗？一个星期一次，一个月好几次的。哇，一个月啊？一个月太长，一个月一次。压了一个月一次、哦，差不多，还是一年一次？没，我不相信。看起来一个礼拜一次，一个月。那问，请问你一下哦，你最喜欢就是 Simply Life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独唱的部分吧。哇，独唱的部分哦，那音乐好听、啊。对，音乐好听。音乐好听。还有那个 bass 也是很好听。那个 bass， 哇哦！你是直接 bassist 啊？你有被人家认可到了，所以你都说来这边听音乐嘛？所以你有听过逸璇唱歌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可能今天晚上对，不，我觉得现在立刻马上可以吗？唱两句，唱两句，对对对，他帮你 warm up 一下。你点一首歌啊？哇，女孩子唱的，女孩子唱的，然后一个经典的，很多 criteria，classic on your mind。哇 ，OK， 就邓紫棋的吧。邓紫棋，泡沫吧。泡沫，哇，这个他很懂 ，Joe 很懂。来就是旧歌了，旧歌了，把 全都是泡沫， 这一刹的花火，你所有承诺，全部都太脆弱。泡沫，谢谢我们 Joe。Nice， 所以你看，等一下晚上呢，就可以听到逸璇为你唱更多的歌曲。好，你要记得讲我名字哦。好，我知道。我会的。说这边哪一个食物是一定要点的？有没有？辣沙，你来辣沙 and the carrot cake。然后我现在吃它的沙爹跟那个萝卜糕。我发现大家都来吃，披萨也是很好吃，披萨也很好吃，但萝卜糕已经被提两次了。我还 order 多一份。Carrot cake 可以拆包。叮咚叮咚，真的耶，你们的 carrot cake 这里只有 carrot cake 啊。大家你吃过吗？我吃过，真的好吃。好吃，太好贵。哇，这个超好吃。对啊，你们很常来嘛，那应该都听过很多这边的歌手演唱歌曲。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们最喜欢的歌手是？Jaden，为什么？你是从他以前参加比赛啊，就有听他唱歌吗？我觉得他唱很有那个包哦。Justin 唱歌呢没有包哦？有，也是有，也是有，不一样风格了。Jaden，哇，真的是个 hot favorite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唱歌好，又会说笑，哎呦。又长得帅，他给了我一个眼色，我心慌了一下。超帅 ，Never mind, it's your turn now. Jaden， 因为他是我邻居。饶子杰，子杰，还有你，还有我，谢谢。那你嘞？我们看 Jaden 跟 Justin 对。谢谢。Joseph 嘞？我不会，看 Justin 哦。谢谢，三票啊！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我觉得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喜欢绕自己。你这样会hurt到他的。没有啦，当然是他。所以Justin来啊。最帅，没有人，其实是他，他唱歌好好听。唱歌很好听。谢谢。对，荣宇呢？感觉上你也有来过吧？是不是？常来。常来。那你呢？对于你来说，哪一位歌手是你最 support 的？哇！Who is Justin
Justin， 所以我也就是 Justin。你这样帅，你不知道？对，哪里可以呢？等一下，你就会在台上看到饶子杰。可是我觉得，既然你都站在这边了吗？要不要来两句？要不要听啊？你们点一首 Justin。想听的什么歌吗？你最喜欢 Justin 唱的？好，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就是来唱维利安的歌，来吧，这边有两个女孩等你唱。好好。女孩，我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，再而再，三而再的错怪。哇哇，被迷倒了！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他炫别人啥？炫别人没有啦。进去里面多吃一点菜，好贵。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欣赏他们的好歌 ，OK？OK。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哇，今天听到这么多顾客的感言哦，我觉得哇非常感动。感动是为什么？因为一直听到我的名字啊，所以大家都喜欢你的歌声。是是是，对，大家为什么喜欢 Justin？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去准备了，因为快八点半了。Oh no！ OK OK， Justin， 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就这样就走了 ，OK， 没关系，他们要去准备了。但是呢，我一定要和你分享的，就是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六的晚上8:30哦，我们 Simply Live 的驻唱乐队呢，都会为你带来首首好听的歌曲，所以我们和你不见不散。